在一个公园里来了两位小弟，第一位叫做机器人小弟，第二位叫做跆拳道小弟。两位一见面就玩在一起了，呵呵呵，嘿嘿。结果三位怪人来了，第一位叫做老大，第二位叫做老中，第三位叫做老小。三位看到他们两个在玩，就马上说：“滚开了，这里我们也要玩，不离开的话，我们就要攻击咯。”跆拳道小弟看到，你别踢我，兄弟们，我们使出大招吧，合体，合体之术，嘿嘿，呵呵，呵，什么？这样他们大约就有12公分了，而我才大约4.5公分，怎么赢得了啊？还有我啊，兄弟，哦，对哦，合体吧，嘿嘿嘿，就这样，太嫩了吧，嘿，啊，跆拳道小弟，可恶。就变回大约4.5公分的我了，要想个办法让我超越12公分啊！对了，超巨大型机器人，但是它在车库，得拖时间。对了，使用拖时间之术吧。咦，最厉害的那位，来出来跟我打吧。他是在讲我吗？不应该是我吧，不应该是我吧，真的最高的我应该比较厉害啊。不，等等呢，我有一把枪，应该比较厉害吧，支撑你们两个，应该最厉害吧？啊！可恶，我比较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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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成功，好机会！找到啦，得先进去启动才行。哎呦呦，好了，坐好了，关闭！哈哈哈，去反击喽！什么什么什么？竟然大约有我们好几倍啊！